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إ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توب إلي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و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أما بعد، فقال تعالى في القرآن العظيم: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حق تقاته ولا تموتن إلا وأنتم مسلمون. وقال أيضا: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اتقوا ربكم الذي خلقكم من نفس واحدة وخلق منها زوجها وبث منهما رجالا كثيرا ونساء، واتقوا الله الذي تساءلون به والأرحام، إن الله كان عليكم رقيبا. وقال أيضا: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وقولوا قولا سديدا يصلح لكم أعمالكم ويغفر لكم ذنوبكم، ومن يطع الله ورسوله فقد فاز فوزا عظيما. وقال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إن خير الحديث كتاب الله، وخير الهدي هدي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وشر الأمور محدثاتها، وكل محدثة بدعة، وكل بدعة ضلالة، وكل ضلالة في النار، والعياذ بالله. كا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是他从芸芸众生当中引导了我们，让我们走上正道。假若没有阿拉苏巴哈诺塔阿拉的引导，那么我们必定在不义之中、亏折之中、 迷雾当中，感召阿拉苏巴哈诺塔阿拉，在这高贵的时刻、尊贵的地点，让我们共同相聚，共同的叩首崇拜阿拉苏巴哈诺塔阿拉，让我们共同向他忏悔，向他做祈祷。感召阿拉苏巴哈诺塔阿拉。 众所周知，我们并不是阿拉苏巴哈诺瓦塔阿拉在大地上所创造的第一群人类。在我们之前，曾失去过许许多多的群体人类群体。然而，在之前的许许多多的人类群体，他们也有像我们一样的共同的美好的一个期望， 就是希望一个美好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比如以前的帝皇等等的这一切，他们都是为了图江阔土，都是为了想让人们安居乐业，想让自己的平民安居乐业，达到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无论他们 做多大的努力和多大的期望都没有成功。然而，只有使者（圣拉拉哈里瓦塞拉们）让这一个美好的社会真正的在大地上出现，真正的让这一个期望得到了实现。为什么呢？这就是之所以阿拉苏巴哈诺塔阿拉把使者（圣拉拉哈里瓦塞拉们）
当作是最后的一位使者。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他真正的实现了一个美好的社会，而且使者（算了）拉哈廖算了们所倡导的、所期望的美好的社会，与之前他们所期望的美好社会有所不同。他们所期望的美好社会，仅仅只是让他们的生活舒适。然而，伊斯兰的美好社会是在今世当中借机于归信安拉苏哈纳塔的之上，以这一个为基准点，然后呢，成为一个美好的社会。正如安拉苏哈纳塔拉在伊斯兰家属中曾经说过这样一个古兰经：“空中坏了乌马丁欧克的加特林纳斯。”تأمرون بالمعروف وتنهون عن المنكر وتؤمنون بالله. 听一听这节古兰经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被选拔出来作为一个最优秀的人类群体？就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命人行善、劝善戒恶、指人作恶这一个借机归信安拉苏哈纳塔勒之上。然而，你是否做到了吗？安拉苏巴哈纳塔勒在古兰经另外一节古兰经说：“瓦特库明库姆玛图耶德鲁纳伊拉尔坏尔，瓦耶穆鲁纳比尔马鲁夫，瓦耶哈乌纳尼尔蒙克尔，瓦乌拉伊卡胡姆穆弗里哈尔。”安拉苏巴哈纳在古兰经里面说：“命人行善、指人作恶的这些人，是一些成功的人，成功的人。”而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宣教，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工作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这就是我们要考虑自身的原因。因为使者算了拉哈的三个们的一生宣教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吻合了？当时使者算了拉哈的三个们在麦加秘密宣教三年，公开宣教十年。然而就在公开的这一个举止之后，他们受到了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一切迫害伤害。就在这一段时间，也产生出了一批批踊跃的、优先的、优秀的群体。他们确实是用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把他们的劝善戒恶确实是建立在了归信安拉苏哈纳塔勒之上。因为只要你正确的坚信归信安拉苏哈纳塔勒，那么你会什么都不怕，你的方法是最优美的。使者算了拉哈的三人们在这一个时刻宣教，受到了种种迫害，得到了安拉苏哈纳的许可之后，准备迁往一个能够让他们能够让安拉苏巴哈纳塔勒至善的言辞拉伊拉哈伊拉拉真正成为至高无上的言辞的一个地方，能够让真正一批确实是为了这个言辞而生、确实是为了这个言辞而死的一个群体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创建今世美好的生活，创建后世幸福美满的生活。使者算了拉哈的三人们准备迁移的时候，受到了种种的迫害。然而就在他迫于无奈的时候，就在伤害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他准备找寻一些群体，之前他所曾经找过的一个群体，道义夫的群体，道义夫那个地方的人们。使者算了拉哈的三人们亲自到那个地方，向他们宣讲这个言辞，让他们知道这个言辞是至高无上的，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具有价值的。然而这一部分群体，他们处于愚昧、处于无知当中，不但没有接受使者算了拉哈的三门的这一个号召，也没有思考这一个号召，然而就立即的向他伤害他、迫害他。而使者算了拉哈的三门
在《Sheikh Mubarak Furi》所写的《Ar-Rahiq Maktoum》先知传记当中曾经描述过这个片段。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尽管他受到他们那一种迫害，但是他用了一句幽冥的言辞，求真主改良他们，求真主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是不知道的群体。使者算拉拉三人的宣教的是这样的宣教。然而当我们把历史往后一推一看的话，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这个温和的言辞当中所产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当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归京之后，阿布巴克拉迪亚拉哈安努继承了哈里法代理者的位置。当时的人们当消息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的归京的消息传开之后，好多地区，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已经叛离正教，都已经不再归信伊斯兰教。有的即使归信，他们也不再履行伊斯兰的一些义务，比如说天课等等的一切。然而我们再细查一看，尽管其他地方都已经叛教了，坚持归信伊斯兰教，坚持履行一切使者，犹如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在世的时候一切的义务，仅有的三个地方：麦地那、麦加和多伊夫。就因为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当时宣教，他们给他们宣教，他们进行不但不归信，而且进行迫害。然而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对他们的言辞是温和的，导致即使别人叛教了，他们也坚持正教，哪怕受到各个地方的冷落奚落，各个地方的不满。所以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他的宣教方法是最成功的。只有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的宣教完完美美的宣教完之后，再没有使者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再能把他的宣教比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更完美。所以说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是最后的一位使者。那么他的宣教方法摆在这里，我们尽管你是对的，尽管你是说的是正确的，然而你的方法是什么呢？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的言辞能够让人们即使全体叛离也坚持正教，而你的言辞呢，是让人们怀疑的人们背离你，背离正教，还是让人们更加接近你，接近正教？所以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他用的言辞是幽冥的言辞。然而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让人们干什么不要做什么，是让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稀里糊涂的糊弄他们。哪怕是对他自身有利的东西，他也一丝不苟地把它宣传出来，哪怕是对他有不好的评价、不好的影响的东西，他也完完全全毫无遗漏地把它讲出来、宣告出来。正如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他曾经对一个盲人奏明过，安拉苏巴哈纳塔拉就为他下降了是谴责性的古兰经，但是他把它讲出来。而我们呢，如果你错了，别人在给你指正的时候，或者是别人意识到正确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合法的就是合法，非法的就是非法。正如古兰经，安拉苏巴哈在古兰经里面所说，合法的和非法的都已经一切都已经明了了，不容许你把合法变成非法，也不容许你把非法变成合法。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私欲，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公认、委任、认可，都希望自己优越于其他人，让别人来进行敬仰。然而使者算拉拉哈刘三人们做出的是什么呢？你们不，使者算拉拉哈刘曾经说过，你们不要把我的坟墓当作节日，你们不要采取我对待我就像对待伊萨一样，
等等的这些圣训都已经给你说明，使者撒拉拉哈的撒拉玛，即便是最优秀的人，他知道这一些非法的这一些，他都一律拒绝不要。因为教门是完美的，安拉苏巴哈诺塔拉启示的这个教门，全美的这一个教门，这个教门里面的一切的事物，一切的律例都是完美的。对于最高的敬仰只能给安拉苏巴哈诺塔拉。使者撒拉拉哈的僧人们怕自己深陷于怀疑当中，怕别人把他当作主宰一样，在崇拜方面把他与安拉苏巴哈诺塔拉并驾齐驱，所以他提早就向人们阐明这一点，崇拜只能归给安拉苏巴哈诺塔拉，除了对安拉苏巴哈诺塔拉之外的一切的崇拜都是所以使者撒拉拉和撒拉们在宣传伊斯兰教的时候，他把合法和非法明明白白的自己明白，而且是让听的人也明白。无论是关系到自己的利益也好，无论是关系到自己的名节也好，都让人们明白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而我们今天宣传伊斯兰教，如果你没有成功，你就要看你是否把非法和非法合法和非法确确实实分明分清，让人痛心疾首的一幕，在麦地那、麦加利亚大圣地都会出现。好多的人们查过哈什的人们都知道，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使者撒拉拉哈里和圣人们早已说过，不要把他的坟墓当作节日。然而现在有一部分哈什，他们就在使者撒拉拉哈里和圣人们那里进行鞠躬叩首礼拜。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他们这些不知道的人们给他们讲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他也本着是好心的想法，他也是想让人们都干公修，但是原因就在于他不知道非法和合法，这个时候的办公是属于非法的，他不知道这一点，导致让听众的人们也进行了在错误当中。圣和达尔阿威在他的《Al-Jadidu fi Kitabi Tawhid》这本书里面曾经说过，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最大的灾难莫过于无知的领导者带头羊，因为他错了，他不知道非法是什么，然而他把非法当作合法，这个时候传授给人们，人们却也把非法当作了合法。所以使者撒拉拉哈里和圣人们之所以成功完美的宣教，就是因为他把非法合法明明白白的讲清楚。使者撒拉拉哈里和圣人们不但讲清楚这一切，不但解明这一切，解释说明这一切，然而他是自己先例行每一件主命，他自己例行了，然后呢才交给圣门弟子们，才这样一代一代的通过教育学和传承下来这个伊斯兰的知识纲领。使者撒拉拉哈里和圣人们，大家都知道拜功是属于登宵夜才规定下来的，然而使者撒拉拉哈里和圣人们在登宵夜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开始礼拜，只不过礼拜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他知道叩拜叩首崇拜安拉苏巴哈诺塔拉，用拜功的方式。然而当这一天主命下来之后，他自己已经身先例行了，已经之前例行过，所以他把自己例行的之后呢才来交给人们。所以我们宣教的人员，我们宣教者，无论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领域、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领土、哪一个群体当中进行讲解伊斯兰教育的时候，你要看你自己是否例行到了。如果你例行不到了，那么正如古兰经当中所使责的、所责备的对象那样，如果你例行到了，阿尔哈姆多里勒，那么你不但例行了古兰经，遵循了古兰经，而且你的宣教方法也借基于使者撒拉拉哈里的方法上之上。使者撒拉拉哈里和圣人们
在做每一个主命例行每一件上市好事的时候都是非常勇敢勇猛的，乃至于影响到了圣门弟子们，所有的圣门弟子们都是非常踊跃骁勇善战骁勇善战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宣教，圣门弟子们的宣教，不仅仅局限在让人们做什么而放弃什么。有学者分析过，最大的行善，最大的行善莫过于使者算拉拉哈利和三两面所说的最大的行善莫过于什么，对安拉斯帕纳特拉，让人们对安拉斯帕纳特的崇拜。最大的罪恶莫过于对安拉斯帕纳特的举报。所以كنتم خير أمة أخرجت للناس تأمرون بالمعروف， 你们命人行善，从思想上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是命令人人们从信仰从心里面就崇拜安拉斯巴哈纳塔瓦的，从外表上来说让人们例行安拉斯巴哈纳塔的一切命令一切主命。وتنهون عن المنكر， 你们指人作恶，最大的作恶就是对安拉斯巴哈纳塔的行亏，就是举报。从心里面来说，让人们不要发从内心举报安拉斯巴哈纳塔的；从外表上来说，让人们戒除一切对他有信仰有损的事情。因为圣伊比特米尔曾经说过，信仰是有增有减的，凭着善功，凭着道啊服从安拉斯巴哈纳塔尔，凭着对安拉斯巴哈纳塔的行善，然后呢进行得到增加，凭着罪恶纳斯也违抗等等的一切而得到减少。所以使者算拉拉哈利和三两百在这一些方面，无论只要是一件好事，他是非常勇猛的，无论是在血洒战场的血洒抛鹿头洒热血的战场上，无论是在家的清真寺里面叩首安拉斯巴拉最高贵的地方清真寺里面，都体现的是非常勇猛，从内在和外在都是非常的勇猛。那么那些圣门弟子们身临其境的感触到了使者算拉拉哈利的勇猛。当时有一天几个圣门弟子们在一起，几个圣门弟子们在一起还在麦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使者算拉拉哈利他们这个群体受到迫害的一个时候，有几个人呢就在商量说，古莱什家族或者是多神家族那个麦加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安拉斯巴哈纳塔所颁赞的这么优秀的优美的言辞古兰经，他们就在商议说，谁有胆子谁有胆谁有胆能够把这个言辞让他们听一听。而这个时候 Ibn Mas'ud 站出来说，我能够让他们听到优美的古兰经。这个时候几个圣门弟子们说，你还是不要去了，以免他们伤害到你，还是让有家族有势力有地位这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呢去让他们听到优美的古兰经。然而伊比尼们斯乌德说，我不怕他们，我的投靠者是安拉苏巴哈纳塔了，投靠安拉苏巴哈纳塔了。这个时候在以前的愚昧的阿拉伯半岛上，大家都知道天房门口有多少尊佛像，而每一尊佛像都有一个家族部落进行顶礼膜拜。那么在这个地方上呢，他们就有专门自己属于自己家族部落的一个地方进行商议等等的这一切事务。正当所有那些部落大多数的部落聚集在天房门口的时候， Ibn Mas'ud 站起来高声宣读了高声诵读了古兰经阿尔哈曼之人主张，然后那些当时的愚昧的阿拉伯半岛的人们那些群体们听到这一个古兰经的时候，他们在窃窃私语，他们说这个人在读什么。其中的有些人就说他们在诵读穆罕默德所传播的那一个经典。然后这些圣门，然后这些多神教徒们就忍着，
然后呢，一比你们搜的越读越用，声音越高，诵读的越来越响亮，最后导致的是群起而攻之。在《圣和穆巴勒夫里》所描述的《阿拉哈伊格马克图姆》这本书里面所描到这样一个片段的时候，他用了当时一比你们搜的被他们打得嘴角流血、眼睛乌黑等等的这一切言，这个打的是不成人样。而且有些史书当中另外的记载当中，如果当时是 Ibn Abbas 所路过的时候，对他们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打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吗？他们说不知道。难道你们希望你们的生意不能再做生意了吗？他们说为什么？因为他是哪一个家族的，外地的，你们的生意的团队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家族的地方。这个时候那些人才罢手。然后呢，伊比尼们搜的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二天第三天又进行去诵读古兰经。有的史书当中记载他连续诵读了几天，有的史书当中记载他诵读了一天。在当时的那样情况下，我们可想而知，就他一个人，没有家族的保护，没有家族的地位等等的这样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外乡人，他能够踊跃的、勇敢的站在那一个地方，让他们听到安拉苏巴哈纳的至高无上的语言《古兰经》，这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这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仅仅只是体现出使者桑拉拉和桑拉们勇敢的一面。使者桑拉拉和桑拉们在宣教过程当中最勇猛的是使者桑拉拉和桑拉们。在任何艰难困苦当中，他都能昂首挺胸，能挺过来。所以，我们如果你进行把你的，你觉得你自己是在宣讲伊斯兰教，你觉得你是在传播伊斯兰知识，如果没有成功，那你考虑到第一，你是否把它借机于归信安拉苏巴哈纳塔拉之上。如果借机于安拉苏巴哈纳塔拉之上了，那你考虑到你的方法对吗？使者桑拉拉和刘三人们每次演讲的时候，使者桑拉拉三人每次宣讲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时候，都是循序渐进的。所以使者桑拉拉和三人们教我们的方法，宣教的方法，第一，你要知道从他的23年的宣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使者桑拉三人们第一，宣教的时候用优美的言辞；第二，能够清楚明白什么是非法，什么是合法；第三，以身作则；第四，勇敢勇气。所以如果当你遇到困难、遇到不顺的时候，你想想使者桑拉拉和我圣人们的宣教是怎样过来的，祈求安拉苏巴哈诺塔的把使者桑拉拉和圣人们那种正确的宣教方法，那种方法从一而终的启示给我们，让我们从发自内心的明白思考一下这项方法，祈求安拉苏巴哈诺塔的那个方法能够确实实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也确实是使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用身体力行这一个宣教方法，祈求安拉苏巴哈纳塔拉保护我们确实能够在这种方法上进行宣讲教义。巴拉卡拉胡里瓦拉库姆瓦里萨伊里穆斯林米纳米库里达布发斯坦菲鲁因那胡尔拉夫鲁拉姆。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من لا نبي بعده فقال تعالى في القرآن العظيم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صلوا عليه وسلم تسليما وقال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من صلى علي صلاة واحدة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بها 10 اللهم صل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كما صلي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اللهم بارك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كما بارك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ودمر الشرك والمشركين، ودمر أعداءك وأعداء الدين، وانصرنا على القوم الكافرين، وانصرنا على أعدائنا، وانصرنا على أعدائنا، وانصرنا على المشركين، وانصرنا على المشركين. ربنا آتنا في الدنيا حسنة وفي الآخرة حسنة وقنا عذاب النار. عباد الله، إن الله يأمركم بالعدل والإحسان وإيتاء ذي القربى وينهى عن الفحشاء والمنكر والبغي يعظكم لعلكم تذكرون. اذكروا الله العظيم يذكركم واشكروه على نعمه يزدكم، ولذكر الله أكبر، والله يعلم ما تصنعون. فأقيموا الصلاة.